7日，火箭少女101官微晒出11位成员集结录制首张 EP 第二首主打歌 Light 的花絮图，美琪睡衣风个性十足，轩怡表情超认真，杨超越又美出新高度，段奥娟露脐装小秀性感，早先晕倒的 Sunny 看起来状态也非常好。王俊凯工作室日前曝光了一组他的最新写真，小凯穿着一身黑色刺绣西装，食指戴着一枚戒指，手插裤兜，帅气亮相，眼神有戏，气场十足，一副大佬的即视感。王源最近正忙着为新歌录音，工作室晒出一组他在录音棚工作时的花絮，照片里的王源一副认真专注的样子，还不时与工作人员商量着什么，诚意十足。茫茫人海中遇见你，如同阳光照进心底，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，我心情无法言语。